手放凉，天使归风雨的。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之前在中视有播的，叫做《贤内助女王》的片尾曲，有没有知道？川渝，对不对？然后是一首比较中国风的歌，然后其实川渝也是我们第一次 live show 的第一次演出这首歌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版本，好不好？然后大家记得收看，然后继续收看《闪的日子》，因为下一波第三波《叫海一样的伤口》，然后在应该在这一周，最晚下一周，然后会播第三波《叫海一样的伤口》这首歌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，希望大家继续关注《闪亮的日子》，继续关注张敬桥，继续关注摩天人，谢谢。
掌声鼓励一下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。